个人会影响你一辈子。各位嘉宾及同学们，我是都南高中今年的新生代表，一年 A 班江直树。植树就读都南高中成绩最好的班级，自由社里的男神。我们学校按照智商把学生分成 A 到 F 六个班级。Genius, you break the records. 他们 A 班人生背负的责任和我们 F 班完全不一样，但我非常热爱我的校园生活。Thank you.
都是一种奢求。三年来，每一次我都只来得及看到他消失的背影，而商家默默喜欢，却只能远远看着他的小透明。我只是其中一个。这个寒假，我在美国 Boston 参加一项长泳活动，那天最后完成挑战的是一位患有骨癌的8岁小女孩 Nana。小女孩希望在被截之前能记住最后自由的感觉。在那之前，每一个人都说她会有生命危险，不可能成功，但她证明他们都错了。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，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只要有信念，坚持到底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。谢谢。其实你不会的，我要娶你呀、放弃吧，袁湘琴。像姜子是那种 IQ 200、脑袋正常运作的男人，有什么理由不看上校花沙慧，而看上你的呢？你不是一直都支持我的吗？是支持你谈恋爱，但不支持你做梦啊。三年了，都快毕业了。Elsa， Let it go。也不是，特别我心动。我们呢？爱的。啊？站住！刚他说的话，你不要听。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女生都优秀。你勇敢、善良、不挑食、饭量又大。你真的很好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倒是真的啦！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你这样的我，所以快毕业了，是不是应该把握剩下的时间，鼓起勇气采取行动？因为如果再不告白的话，就没机会。相信我喜欢你。我要跟植树告白。好啊，我要在毕业前让植树知道我的心意。不是，小姐，刚才学校演习半天，就能辨识系统就化现象，避免就是如此。黑班的 A 班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上课，湘琴加油，早点告白，黄子清。你是说失火吗？我希望
地下门，能带我闯入植树的心门。我是三年 F 班的袁湘琴，我喜欢你。你愿意收下我这份心意吗？好啊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不会放弃的。你说过，不管有多大困难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梦想就会成真。就像那个波士顿小女孩一样，对吗？笨蛋，这么蠢的事，也只有你这种人会相信。告诉你，永远不可能，因为我讨厌没有脑子的人。不要在人家门口说人家坏话，旁边站着，
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没有爱心。嫂子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爱心募款的同学袁轩已经来到了现场，想要他站在讲台上好吗？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啊？让开，你们挡到大家上学的路。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来，对，让开。F 班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扫厕所、清水沟吗？这次事件，购物人只要有点理智。就应该知道有鬼，不检讨贪小便宜的心态，反而觉得自己该被同情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爸拼命赚钱，结果被骗，还不是为了我有更好的教育 ？A 班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成绩好一点，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的心意吗？凭什么瞧不起人啊？凭这间你费尽心思进来的学校，就是这样规定的。凭这个社会，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平等。就要破坏这样的规定。A 班跟 F 班不过就是插在成绩榜单上的距离，我就要跟你出现在同一张纸上。这次考试，我要考进100名。上次你很敬业，这次是不是全校第一，是亚洲第一？快点，不要重点了。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们是平等的。我们到底喜欢不平等啊？到底这样的？对啊。人家都没有说得来念书啊。爸，现在家里这个状况，我还是先休息吧，这样就不用面对爸爸。湘琴，爸就算倾家荡产也会让你念完都南的啊。爸真够没用的。你谦虚什么？能养出我这样的美少女，还没有。也对，其实这次把家呢给咱们赞助的这个朋友，要不是看了新闻，还真是联络不上。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，跟你这个阿里叔叔啊，可以说是班上的谢霆锋跟吴彦祖啊。林先生是吗？嗯。张董还有行程无法亲自前来，由我来协助您搬家，请。是我不好，我怎么今天叫你做笔筒、先生太爱会骂，我会尽力的啊。安吉丽娜您辛苦，您喝茶喝茶喝茶，我喉咙都痒。好，客人来了，我去招待。安吉丽娜你慢慢吃啊，慢慢吃啊。好了，哎，湘琴，他是爸的好朋友阿丽啊。阿丽，你要是谢霆锋我还能理解，你怎么好意思说你自己是吴彦祖啊？哎呀，我是谢霆锋，他才是吴彦祖，你别搞错。哎呀，哇，好兄弟啊！哎呀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！你好，哎，老婆啦，你就是上次来吧？我店里很多事。你好，我是张妈妈。医生，医生你好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Dom the con Esquivito。哦，英文，什么意思？是欢迎我的意思吗？笨蛋，你是笨蛋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你家倒掉的样子，我才不要笨蛋来住我家，被传了怎么办？开玩笑。玉树，你怎么这样子说话呀？还不会传染呢，是如果能传染，那是太
你拿去折吧。还吧，应该的，回来。他是乡下最大的小朋友，是最可爱的。走，看看你鸡同家。孩子好可爱。嗯，小时候我没见过，我可以看一下。是吗？他全给你啊。阿姨，其实我进了东南高中也蛮厉害的。我知道啊，我们哥哥也面都蛮干饭呢。可惜他在公司忙，还没回来。我听说在学校好多人都喜欢他呀。真的吗？我从晚间就想要一个浪漫又热情的女儿。对了，你在对我们哥哥好吗？阿姨，你千万别开这个玩笑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。对呀、啊，已经被狠狠地拒绝了，太可惜了。江直树，我现在再也不喜欢你了，我袁湘琴决定埋下你这个炸弹。去去。应该是你太沉醉我的肉体，所以没听见吧。你就是阿姨说的那个面都男，很受欢迎很帅的哥哥，所以你是不知道。快把这些变态的东西给我丢掉，不要让我想到你曾经对我做了什么。我妈让我来帮你收拾东西。别动，我自己会收的。我的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也是，我没有必要帮你做任何事。你说的没有错，你在不在这里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嗯下车。等下不要大叫了，妹子。啊？一、
在校园内不能透露我们住在一起，必须假装不认识。二，不能让家里人发现你跟我告白过，尤其是我妈。三，不管在家里或在学校，不准接近我5公尺。以上三点一旦你犯了，就主动离开我家。真心，不体谅别人的心情。我以前这么喜欢你，真像个傻瓜。要！这不是畅销考进百名榜的奇葩人吗？我们百万素粉们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呢。提前相亲，说好不打扰植树的。植树告白，这样也是我们工商会学姐才配得上植树啊！你看看人家得过多少奖，时代百大青年，年度模范学生，你呢？马玫瑰，你为了江直树要进 A 班重考3年，这么老了还在当我们的学妹？你这种当站姐的粉丝团哦，一定都是一些丑妹呢！我们相亲才不屑加入嘞！你传这个给我是什么意思？请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少女哦，江树林。这就是爱情工厂的我，让我特别考试压力。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把你手机里的删掉。删就删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补习功课好不好啊？就给我这次考试，拜托拜托。休息。你扮女生的样子这么可爱，现在真的很可惜啊。好疼我的手臂啊！看来你非常爱我了，就应该跟你的广大粉丝分享啊。不带班不行。现在之前任何东西流出来，我警告。你们班进度到哪？
受加减，可以算出两人的社会分数，最后等于零，就会结婚了。你连这个都算错。我们从基础数学开始。17 × 5 = 5 × 5 250。你才250，连这个都不会。小明去菜市场买了17颗苹果，回家后发现只剩下5颗，请他路上掉了几颗。苹果掉在地上，为什么不捡起来？你听不懂重点吗？我下次跟我爸。好好好好。我们今天不捡苹果，我们去你家。小明用17元给你爸买了1颗寿司，你爸找回他5块钱。请问1颗寿司多少钱？天都快亮了，你才捡了一题国艺数学。我会努力的，靠近百灵塔。如果你爸爸能够你介绍你们家场地是才有多新鲜。Which conversation have a quickly? Right. 谢谢。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学霸吗？哈哈哈！临时抱抱佛掌，顺利考进百灵岛。哈哈哈！怎么可能？按一按，多少下？按一。又等于 y 的平方积分1到2之间的比例，也就是这里。这很重要。然后我们要把它积分号16减 x 平方开根号。要进百灵岛，这一定会考。再见。Thank you.
两位同学同分并列。同分。现在补充公告。谁呀、啊？袁绍。成绩的真实性，很遗憾，他真的是第一百名，不是同名同姓。这次模拟考刚好撞到申请国外大学测验期，很多人选择不考。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啊，而且是最重要的那种。张直树，我做到了，我跟你的名字终于出现在同一张纸上了。恭喜。书呆子，但你男人运动会上强才是强，到时候你就看看我有多帅。老大说的没错，是我们 A 班荣耀时刻到了，我们要让 A 班那些娘娘腔速成。对，让那些 A 班的人瞧瞧我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厉害。喂，有接力，元素周期表示大风吹，这届历史上运动会吗？虽然A班是遥遥领先啊，但 A 班金宝贝同学就学以来一直是全校纠察队追逐的对象，有望和同是最后一棒的江直树同学来一场令人很开心的对决，期待最后的大队接力。加油啊！
哎，真的是错。不管今天向晴跟谁告白，是强果了。那本来就是你的。但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告白对象是我。还有，只有蠢蛋才对这种比赛认真。向晴说：“你是输不起啊，不用等一下接赛半天啊。”衣服带回家洗。对了，你刚刚说的我都同意，男人都是野兽。这次比赛，你们确实是输了，
不懂得检讨自己准备过程中的问题，还来这边辱骂师长，这种态度继续活着，你这辈子都只会是 loser。 等你闭话。干嘛？你出声！别打架，别打，过分了。我告诉你，阿金做饭超好吃的，我觉得这样才是为世界带来幸福的人。阿金温柔又善解人意，不像你总是这么恶劣。但你们就喜欢我这样恶劣的人吗？我是跟你20万的袁湘琴，我喜欢你。小琴，真的不看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，喜欢，喜欢你。喜欢你这样的人。喜欢我，你做得到吗？阿姨，家里要重新装潢啊，我还是觉得想安排这些大一点。嗨、哎。
酷酷的别扭样。想起来也是我的错，他爸刚创业的时候特别辛苦，不能在孩子身边，所以我总需要他坚强一点，等他长大了，大家又当他是盼来晚去的接班人。他比同龄的人更早开始承担这些期望，从不喊累。以后等他考完试到美国留学，就只剩一个人在国外了。其实我对智树最大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快乐。湘琴，或许你这个是我们收留了你，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到我们家，改变了智树。说撞人，但你也不怎么样，就是。这是我亲手缝的，还是在念佛，却是没有祈福了很久。丑归丑，但一定会带来好运的。今天 ISAD 考试。总是发挥功能，可以放心回去。湘琴，你醒了。
去送我去医院，结果错过了考试。来来，嗯，果然都很荒谬，这怎么可能为了我错过考试呢？就算暂停受伤，别耽误到起跑啊！请来看看。哎，向前，来，哎，跟伤情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本来就不想出国念书，我也不会继承公司，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接手。志树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呢？照理说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也还不能确定，我需要一些时间想清楚。没想清楚就这么任性做决定？我栽培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说这种话，你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吧？志树，好啊。那我继续去考你们觉得好学校，再去做你没有做的工作，最后娶一个你们都喜欢的妻子，这样大家都开心了吧？那我呢？我知道你们都很爱我，所以我会找到我的方法，为我自己未来负责，希望你们能谅解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叔叔一定不是故意惹你们生气的，我就想逃回来。坐下，坐下。叔叔。请你不要自作多情，送你到医院再回来考试完全来得及，是我自己决定不去的。但是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不会摔伤，有食物中毒，还错过考试。你真的是天价的伤心，真的对不起。所以我决定要搬走了，不要拦着我。林湘琴，你好像真的是我人生的偏差值，但这样也蛮有趣的。所有人都希望我继承潘达，我却让大家失望。第一次有自己想要走的方向，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？你只是是个体贴的人啊，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很自私的，像这样总是承担着大家的期待，真的很伟大。但是真的太辛苦了，所以啊，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，因为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当然会一帆风顺。
按照大家的期望，没有惊喜的过完一生了。比起困扰的心情，更多的竟然是感谢。所以你搬家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告诉我。是我给的灵感，只是后来决定搬出去自己生活。结束还是凭着以往优异成绩的表现，跻身了东南大学分数最高的理工学院，而我也追随他的脚步，幸运地直升东南大学，展开令人向往的大学生活。是这样没错啊，这个世界上竟然有日语系、瓦语系，这科系冷门到我们都记不得名字，简直是大学里的 F 班嘛。现在当厨师呢啊，还要考英文啊，谁知道呢？不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了。哇，可以快点吗？肚子饿哎。我也要那个海鲜冻。啊。这就是海鲜冻啊 ！Next， 看到江子秀现在住哪里了？我很久没见到子秀了，朋友圈都没有透露丝毫消息。难道我真的要等他下课跟踪他吗？会买点变态。毛病，相思病。我是说，四肢无力。十六肢无力。毛毛虫一般来说只有六只脚，其他十只是未足。看来你不是很了解你的宠物。名字、年纪、病史。小绿毛毛，本名吴文乐，年纪大概三天吧。逃生了。最近吃过什么食物？对啊，你最近吃了什么？一共吃得好吗？除
现在住的卫生怎么样？对啊，你现在住的怎么样啊？大不大？袁湘琴，我再给你30秒，后面很多宠物等着看病，你不要闹。那好吧，看来你过得还不错，那就好。那我先走。你好好照顾余文乐，也好好照顾自己。主人的健康就是宠物的幸福。我会的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妈妈，妈妈下次再带你回来找爸爸见见啊。湘琴，你在这里干嘛？
说这里有个很有名的传说，十几年前有一家人在镇上突然消失，过了好几天，一家三口被发现沉尸在自己的家里，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半夜偶尔有居民会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后来只好把房子给拆了，位置好像就在这里。三妹，来，我们也拍张照，现在是情人节。没事，别怕，我在。我刚在旁边买了特产，你爸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。我们现在在研究新菜色。真的吗？我一直觉得我们家菜单少了甜点，你要不试试看？好啊，回去我教你。我的梦想就是结婚之后跟喜欢的人一起做菜。只是你好像没有人家这么浪漫呢。因为我喜欢的人厨艺不会这么差，也不会这么笨，所以现在跟他约会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走，我们下山坐人力车散心。哼，兄弟，你先这样，我先在玩音乐。啊！哎，身上车了就出发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，等一下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回头，对不对？谈恋爱是需要投资的，兄弟。出发！怎么就是一辆车？阿娇他们怎么跑那么快？阿伦，你在这干嘛？快点，你选手，把腿放在下来看一下。快回头啊！不管发生任何状况，我都不能回头。换挡加速！既然都到这里了，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为什么跟着我到这里来？别想逃！我看到你跟沙慧在你家过夜，别告诉我只是喝茶聊天啊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不止一次，能干嘛？记得我曾经说过那个波士顿生病的小女孩吗？你以前演讲的时候讲过。你不是说是假的吗？我跟娜娜真的是在一个常用活动上认识的，只是故事的结局不是我说的那样。给你死了！快，快走了！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，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些事是我无法掌控。听过听过，让我们来。要不要呼吸了？那故事是真的，我后来去波士顿也是真的。潘达要和达全合作一间儿童医院，
孤男寡女共处，一直到半夜能干嘛？比如他们要等到午夜十二点，也就是波士顿的中午十二点，才能和那里的人开视讯会议，讨论有什么医疗资源可以帮助古埃及治的娜娜，让她忘记失去脚的伤痛。幸好娜娜遇见了你，植树。像你这样的天才，如果能当医生，那就太好了。不想继承潘达，的确是因为想要当医生。这件事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。子舒，你当医生，我就去当护士。凭你的资质，可能只是当入殓师。我觉得可以，虽然我很怕鬼，但是我一定会克服的。不知道，情侣是不会起来的，因为长久只要一起来的情侣都会分手。困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没办法，只能住这里的旅馆。灯泡灰尘上有指纹，看来是有人故意松开。酒精浓度这么低，喝个300cc 排出来再去洗澡，万一你在浴室跌倒，我是不会救你。我出去一下，你在这里好好清醒清醒。
你到底跑出来干什么？我不是站在旅店等吗？你的外套呢？不是，你把你真的脏，我怕你受不了。不过你，所以我跟老板娘要了一张干净的被子，你比较好睡。他放在储藏室，我看了看，很干净。对了，你这条被子开了吗？你先睡了吗？我是去买吃的。资金上的问题，现在股东们都收到消息，万一要召开临时会，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等着董事长来做决策。我先去公司了解一下情况。妈，你待在这里可以吗？有什么事什么时候能动手术再立刻通知我。大嫂要帮忙洗碗开口啊。是的，我们一起南港医院的安排。向前我们大师兰在心血管方面有最顶尖的资源，我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在最快时间给伯父。
太感谢你。应该的，伯父一进医院我就收到消息了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谢谢，我们立刻到心导管室为江董进行手术。幸好。你的事，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。就好，以公司现在的状况，八全这个金主可不能再丢了。原本承诺的资金都撤掉了，一定要守住大权。撤退。手术顺利，但是还在观察。之后如果可以转到普通病房，要注意休养，也不能让病人压力太大，否则下一次再发作会更严重。觉得公司可能没散，但我爱你了吗？我只想帮个忙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。你今天按照闹铃影响我后面所有行程，你知道让我错过 ICU 的探病时间吗？我现在真的没有多余的心力管，你懂吗？注意啊，就跟房东聊晚了嘛。哎，那个地方不错哎，
我还是能住得很舒服的哟。哎，向琴啊，我们该搬走了。现在这个时候要是继续住在这儿，只会给人家更添麻烦的啊。该留在这里的就放下吧，向琴，你喜欢过，也勇敢过，付出过，最后要离开了，我们也要留下一道潇洒的背影，知道吗？最乖了啊，爸爸最爱你啊。你跟沙慧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如果跟沙慧结婚，一定会得到大权的资助吧？但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只是这次的事让我发现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。子树，你董事高层跟你说什么我不知道，她结婚你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。江伯伯吗？这个是爸爸特意弄的大骨汤，带回去吧。心肌梗塞不能喝胆固醇高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下次再带别的过来。不用，沙慧每天准备已经足够了，爸也吃不消，叫你到外面来就是怕他看到会碍于人情手脚。也对，沙慧一定知道什么对你不好，对吧？沙慧还好吗？你不问吗？我跟沙慧是不是在交往？我觉得她怎么样？我喜欢她吗？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也是。对了，或许你不在意，但是马上就要搬走了，到时候就很难见面了。你好好保重。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。我要休学跟沙慧订婚，你没有听说吗？太好了，我祝福你们，我是真心的。我原本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梦想就是一直和你在一起，该他放弃的时候，对吧？郑湘琴，我喜欢你。还记得你说这句话的样子，原来你的喜欢，你的不会放弃。
也就这样。是啊，我就这样子喜欢了你三年多，像不像傻子一样？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男人。多保重啊。青春所有回忆的男孩，他依然闪亮。只是我已经从他的生命消失了。一个月过去了，虽然很想说我的生活从那天起就失去他的踪迹，但其实我还是会忍不住关心他的消息。文字里曾有另
一个女孩的身影，有时候很嫉妒，但她才是带给植树笑容的人。她和我很像，一样很喜欢很喜欢她，才能让植树从冷漠到温柔。所以我很感谢那个女孩。为什么会把我往城市放呢？不得去，还忍不去。最近好吗？还 OK 啊，叔叔现在身体好很多了吧？已经差不多康复，可以回公司了。到以后玉树长大接管了公司，他也能放心了。这可是玉树从小的梦想。那你以后不接手潘达了吗？经过这么久，他感受到我的执着了，已经接受我做了想做的事了。那太好了，你准备考哪一间医学系？我在加大医学部一年级。你离开后我就决定直接重考了。考上了我都不知道。小蔡，你是天才吗？你那么聪明，今天回学校以后演讲什么？你不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会来听？我也忘了，可能是谁告诉我的吧。我去准备了。我们没有在一起过。
接着就是告白，那是我人生中说过最莫名其妙的一封情书，跟你一样莫名其妙，你把我搞得很莫名其妙。干什么？我喜欢你。一开始特别想摆脱你，等下不要大叫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摆脱不掉。不会的题目难道我说一句再我就会了吗？如果你说的话，我很高兴。所有复杂情绪成功莫名都因为你，你也像一道我解不开的问题，所有因为你而产生的情绪都是莫名的。衣服带回家洗。我再也喜欢你，我找一个比你更帅的男人。这是我做过最差的一道题。承认这是你的。我要休学跟尚未订婚。我的人生梦想就是一直和你在一起。干得好听的说。我一直以为。所有问题都有正确答案，但是我忘了，你总是我人生的偏差。你说过要放弃，但是今天知道我在这里的人只有你。林佳琪，你看我变成什么样子？小米今天又被骂了，这么害怕坚持不转世，全世界大概只有他觉得你会发现还真喜欢你。你现在站在这里，就代表你还喜欢你。袁湘琴，你喜欢的人是我，所以不要再说一次放手，也不要喜欢别人。这辈子就一直喜欢我。跟你这么久，不烦吗？是啊，烦死了。所以。我们结婚吧。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不要随便开这种 让别人心动的玩笑。我知道。能把你留在我身边一辈子的方式，嫁给我，想看看。插曲，如果是我，我每次都有自信啊。如果我被别人追捧，不喜欢你了吗？世界的终结，真的能不喜欢吗？
了。